踩刹车，刹车踩动了，哎呦我的天哪，哎呀，这车让你开的。喂，不好，要倒了，别管车了，快点跑，奔咱们来了。哎呀，完了，这眼咋这么大呀？哎，今天的车咋给我装的呢？这不都在这晃悠半天了，这还没卸去呢，到底是咋事儿呢？不行，我得回找去。不是，你的胆儿也挺大呀，就这活儿在我的角度看咋这么悬呢？哎呀，这倒了，哎呀妈呀，差一点儿。我说还是你的车开得狠呢，你是三轮车呀还是大挂车呀？还是大挂三轮车呀？那怎么这都这造型了，这还能过去吗？哎，这家胆真大呀，这车我瞅的咋这么悬呢？师傅啊，你可得拽住了啊，你这到底有没有把握呀？我瞅着这石头，哎，妈呀，石头碎了，哎呀，哎呦我的妈。